验，我知道你们每天都在看我们的直播哈。我们不仅不会结束啊，90天，也就是5天之后，我们不仅不会结束，而且我们会再加100天，而且我们会用法律的手段哈，让你们看到，你们要既然是要 destroy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，咱们到底要看看到底是谁 destroy 谁，对不对？你们既然是这个发文件来威吓恐吓我们，那么接下来，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合法、合理、合法的手段继续去抗议，继续去这个起诉他们。对。